前于园林市园大路一段本分局辖区查获刘姓及郑姓犯嫌为掩人耳目，在农地上之铁皮屋内从事职业赌场之行为。本分局主动提报彰化县政府，确认该处属违章违建，为杜绝该处所成为藏污纳垢之治安死角，衍生治安事故，于昨10月3日配合彰化县政府建设处拆除大队台电公司，本及本分局优势警力强势拆除该违章违建，展现公权力决心。警方也在此呼吁房屋所有人不得将自有建筑物出租给不法分子违法使用，造成治安疑虑。警方将结合运用第三方警政，持续加强查缉不法，并结合彰化县政府联合稽查小组，断绝枪支、毒品、诈欺、赌博等犯罪集团空间，以有效预防犯罪。